各位嘉宾，大家好。海军军官学校鼓号乐队，很荣幸能在此为各位来宾演出。本校鼓号乐队是民国48年由第六任校长宋长志将军参考美国陆战鼓号乐队的制度编成，可说是国内鼓号乐队的先驱。历年来，在严格训练及参与学生荣誉心激励下，成果斐然。除受邀参加国内各重大庆典及节日表演外，每年并随远航训练支队赴海外各地进行表演任务，足迹踏及亚洲、非洲及中南美洲等地区我各友邦国家，所到之处皆造成热烈回响，对宣扬国威、敦睦邦谊及慰问侨胞等工作贡献良多。现在就请各位来宾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海军官校鼓号乐队。Thank you.
将要为各位贵宾展现的是一次胜利队形，演奏的曲子是
号乐队进兵。现在开放五分钟时间，欢迎来宾与五号乐队表演人员合影留念。在拍照的同时，请勿触碰表演人员的乐器。谢谢您的配合。小心，下去。